这个是那个那种大的淀粉肠，我的是100克的。真好吃，你们刷点烧烤料，再放点干料，比你们外头买的淀粉肠都好吃。我是空气炸锅，没有油炸，油炸会更香。我已经馋好久了，这个在那个学校门口卖的话要5块钱一根，这是50克的，建议大家买那个100克的过瘾。我吃这个是用那个油炸的，油炸的话它不容易开花，我觉得用空气炸锅炸开花，你看开花的很好。我就是用空气炸锅炸的，炸出来又脆。空气炸锅180度，15到20分钟。用空气炸锅的话，用那个刷子刷一点点油在那个皮面上，炸出来特别脆。太好吃了，太满足了。今天幸好是我孩子在上学，不然他们又跟我抢。有喜欢的话，这种粗根的，我们这边卖5块，这种细根的卖3块。空气炸锅炸，炸出来特别又开花，而且还脆。还想再吃一根。我上面啥来烧烤料？吃个够。
而且这个吃起来，这个炸起来不费劲，吃起来还不浪费，刚刚好。太好吃了，95克。这个淀粉肠一点都不吸油，它炸完以后它是酥脆的，就是多吃几根都不会感觉到油腻。我还是喜欢拿手拿着吃。今天炸的比较成功。